隔天再断线我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超回家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都回台湾了。啊，今天真的不顺呢。要嘞，去我家，超回家。可是还会卡吗？超会搭嘞，那快疯了哦，一直断。哦，不辛苦，靠一下搁浅。你们这辛苦的是我探完险的时候刷，现在好像刚开始，人家一进来说，人家怎么刷辛苦，人家以为是哎，请问一下是排碗是不是？不辛苦，不辛苦了，哎呀，可是今天我7点多出门，到现在，哦，是中华电信，我不知道是没缴钱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今天回去再看一下。哦，最近中华怪怪的，哎呀，我试试看。我今天换台湾大哥大拍了，哎呀，我今天换台湾大哥，脸书有更新吗？隔姐，脸书有更新打有。脸书这一两天有更新的，帮我打有好不好？有重新更新过的，改版过的，帮我打有。没有打没有，超会打真假的？我尽力了，哥姐没关系，这不用分享了，哥姐不用分享了，这么晚叫你们分享也不好意思，哥姐今天轻松啦，不用分享。哦，我今天到了一个类似城堡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呢，它以前它这边还在风光的时候，还在很盛兴的时候，这边是。有钱的大户人家，算是有钱人哦，有钱人哦，算是我干爹了。可是不要乱讲话了，这开个玩笑，凶宅，你说干爹，你今天塞了，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靠站站嘞，卖我没恭维。好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我来到一个地方是，这边的女主人呢，她是一个钢琴，听说。这是前辈跟我说的，听说，当然小吉无法去考证说这是不是事实，但是隔姐有灵异故事传说，大家大部分都是以邪传邪啊，就是假如说你鞋子很臭的，传给你下一个，你鞋子闻到你鞋子，好，隔姐，假如说，哎，毕竟就是以邪传邪这种概念啊，假如说你上就是你以邪传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假如说你隔壁很臭，他传鞋子给你一脚一闻这样子，彭公公，Q 啊，好。很多灵异故事都是因为大家的口耳相传，这样子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样累积起来的。哎呀，葛姐不用分享了，不用分享了。好，那也非常感谢葛姐有帮我分享的，葛姐，谢谢你们，那个辛苦了，好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啦。哎，我还好啦，葛姐，你们都知道我的个性，这样算辛苦吗？我会喘吗？葛姐，等下九九快加油啊，今天有点累。好，葛姐不用分享啦，不用分享，葛姐不用分享了。哦，今天这场直播不用分享，这么晚了也不好意思叫你们分享，不用分享，不用分享，今天轻松看就好。那有分享的哥姐、小姐，感谢你们，好、哦，谢谢你们，好、哦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好、哦，已经在拜了，你知道？没有，哥姐开玩笑啦。啊，又断。哎，真的，我4G呢，怎么会一直这样断线？哎，干，好扯哦！你们看到、哦，你们看到、哦，4G 呢？哎呦，卡！干，我快疯了！你们看，4G 呢？这个是我录影的，我录了直播机。这是我录影的，我录直播机啊！你们看，4G 呢？你们满格4G，有点雾啊，有点雾。但是4G 呢？我换台湾的也是一样，可是这边满格啊。超伟大，哥姐，今天好像是不好意思，有打扰的地方，在这边跟你说声抱歉，好、哦、抱歉。哥姐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哥姐，等我一下，我觉得这样不对。我觉得这样不对，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刚才有去坟墓里面，我老实跟你们讲，我盖那边是什么坟墓？柯子林坟墓那边，我直接老实跟你们讲，因为那边公共区域没关系。我刚才有上到坟墓山里面，我走进去看有没有搜寻，结果我一进去超会他转东西婆阿婆，我一个人在里面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真的。哦，那上面都是坟墓，我为了要抽有没有，我为了要测试有没有搜寻，我上去再下来。所以我现在是很紧张的，我觉得应该有跟到，不然不可能啊，不然不可能会这样卡。隔界等我一下，1分钟。稍微等。
我跟你讲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啦。真的，我选择去相信这种事情，因为我满哥之前都不会卡，现在会卡。不好意思，拍摄，我现在收点纸钱，花点纸钱给你们。那刚刚有打扰的地方，这边不好意思，请你们放小弟一马啦，因为我也是无心打扰之过。哦，那这边收点纸钱，过路钱给你们啦，好，这边收过路钱给你们。好，现在哥姐没有打到招呼，拍摄哦，不好意思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这边呢，他以前是算是五级人的一根粗啊，五级人的一根粗。那是讲较早的时阵，二十几年前的时阵，我跟你讲，这块人，我跟你讲，因家哦有背景的，好野人会当大起大这么大的屋啊房子。好，那在这十几，他这边废弃了将近二十年了啦，还前辈跟我说二十年了。那这边的女主人呢，她生前呢喜欢弹钢琴，她是一个钢琴演奏家。常常到世界各地呢，或者是说常常在台湾呢，在演奏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边的女钢琴家因为某些事情哦，这个是灵异故事，这个也算是灵异故事，这是事实吗？小吉不敢说是事实，我不敢确定是，但是当地人都是以讹传讹，以邪传邪，以蛋传蛋，以蛋传蛋什么传？我看一下，这可能没办法传哦，这可能要用沙士车来载，因为这比较重一点。哥姐，不要开玩笑啦，几点还在那乱开玩笑？好、哦。然后呢，那个女钢琴家呢，好像因为先生的外遇吧，哎，这个听说也是听说的。她在这边其中一间跳岛住宅。好、哦，钢琴一个女生，女主人，她是钢琴演奏家。还在这其中一间吊岛住宿，那是哪一间？小吉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我没有来过这边。这边离我家很远啊，车程要两个小时。哎，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女钢琴家在这边吊岛住宿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进去，我惊一下，我第一人把住宿。哥姐，不要闹啦！哦，再麻烦哥姐啊，不用分享，不用分享哦，再麻烦哥姐尽情入住，还没尿了，赶快尿尿。还没洗手，还没洗手，还没洗澡，洗澡，还没吃宵夜，赶紧吃宵夜，还没打手枪，赶紧打手枪。好，请尽量不要离座，前进。这真的没收讯哎，中华电信这次又变3G了，可是我这次4G还是没收讯，奇怪，原本是有收讯的。好，哥姐，我们前进了，超伟大，有点紧张呢。他这边废弃很多年的啦，你看他门口都已经摆满许多杂物了。你们可以看他这整栋楼哦，他以前是有五级人住的所在啦，不是共生区。你看他每一间楼上都有落地窗，他从外面看进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阴森啊，哥姐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你看他旁边都长满了许多树林。好，哥姐，他每一间都有落地窗啊。而且在附近有住人，所以我很怕开灯哦。你看，他们在这边。好，哥姐，我们前进。这路非常不好走呢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我走进去再开灯，因为外面开灯太明显了。欸、这是有钱人在住的，你们看一下他们的庭，那个前门就感觉好像一个城堡的感觉呢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这个梁柱，这个柱子都非常的有欧美他们那边的，而且他们是扮演者呢，它里面有没有人啊？而且可惜我跟你们讲，这边在深山上，这边在山上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知道有钱人他们家的大门的门锁，不是跟你开玩笑了。你们看过很多大门的门锁都是指纹辨识，
或者是视网膜那种辨识，有钱人家的真的是很不简单。他们家的大手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，真的。五吉郎哎，家门的大手就是超辉他，他给我用这个，哇靠，这也是不简单哎哦。他们家的大门的锁就用这种大锁啊，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你看一下，比我家的还要开玩笑呢。哎，有车有车，超威大，要掉车身。我们进去了。感觉里面比外面还安全呢。哎呀，哥姐，我先不开灯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看，哥姐真的要进去哦。拍谁哦？哎，哥姐，他们家的大锁，不仅是用这个锁，他还用他里面还加装一个类似重力感应器的东西，哦，这个，哇，他用一个瓦斯罐当做一个重力顶住的感应器的东西顶在这边，哇，这真的是有钱人呢。拍谁哦？哦，屌你阿婆啊！你也关心一点，操！意大利被抓起来呀！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拍探险而已哦。这边好像有人有设工具在里面呢，好像已经在开始在拆了呢。而且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这样看过去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一家人以前是干嘛的吗？他们的职业我已经猜到了，他们以前是卖甜不辣的。这个前辈有跟我说，他以前是卖甜不辣的。这个在这个地区，他们甜不辣卖的又香又好吃，算是台湾数一数二的。你们问我为什么知道？因为奇怪。然后他们主业是卖甜不辣，副业是个木工啊。操，这是怎么弄木头啊？哥现在这太多木头了吧？我的工身球，为什么这里面放那么多木头？对不对？里面也放太多木头了吧？你家哥现在你家客厅会放茶蜡吗？我的共生球吧，领导可以在当放这么多的茶啦，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呢，很多的呢。他好像有人来施工过呢，你们看那地上都摆了很多器具，对对，而且有人来施工过的感觉。然后我跟你讲，而且那边做一个楼梯，这边做一个楼梯，那边，好，我们去看那边一下。哦，干，我胃好痛哦！哇，哥姐，哇，你们看一下夜景一下，哇，哎，真的这家真的是有钱人在住的呢。你们看夜景，想你的夜。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，多希望你能在我改变。在改变？怎么在改变？别开玩笑了，在改变很臭呢，不是，我洗了。这有人在喂狗呢，隔壁这有人在喂柳丁呢，不是？真的呢，怎么有狗饲料？这里有养狗吗？对啊，不是开玩笑，而且他，哥姐，他一楼被拆成这样，我快带完了，怎么办？我怕带完，大概三十分钟就带完了。你们看得出我在拖时间吗？
靠，要怎么里面没什么东西拍啊？哥姐，我们再去对角看一下，来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超伟大。我要熬到一个小时半呢，哥姐陪我一下。这还有瓦斯吗？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这几年的，103年9月19号，下次检验日期，所以这放很久了呢。而且柯姐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超回答，我刚有闻到瓦斯味呢。拍水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说近一点，说近。啊，柯姐，关紧了，没错，起来呀。我想这边怎么有瓦斯味？看一下，啊，那瓦斯味很重。2022年11月，哇，这新的呢。这是不是有人来施工啊？对啊，上回大哥姐，我们要上二楼嘞，不是开玩笑，怎么那么快啊？拍摄，而且他这边有楼梯呢，不是电梯啦。哦，靠北啊！我听到钢琴声，超伟大嘞，超灵带。哎，拍摄有人不？刚才是哥姐没有听到吗？我傻眼，这有没有人啊？不好意思哦，老卡有人无？我们从这边上去好不好？他妈要上去吗？我电脑刚好。听到钢琴声呢，等一下，有听到他要，隔壁有听到他要，是不是我耳背啊？还是隔壁家？可是这附近没住人啊，他这边方圆100公尺没有住人，这边是，哎，我不要讲太明显了，反正他这边方圆100公尺是没有住人的，100公尺以后才有住人，但是他这个声音不可能是从100公尺传来的，这个声音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楼上的声音，你看起鸡皮疙瘩。有人在吗？上次是吉他声，这次是钢琴声，靠，又是怎样啊？哥姐，他妈这辈子都当我何窗弹噻。楼上呢？啊，有点紧张，是我听错吗？哥姐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有听到他要？你没有听到吗？我是不是听错啊？还是那是鸟的声音？你们也有听到？回答，我听到车声。我刚刚讲的故事，哥姐，我刚才讲的故事跟钢琴有关。赵薇他就弹一个钢琴给我，干会不会很扯？赵薇我刚才讲的故事跟钢琴有关呢。车开过去，拍谁哦？楼上有人在吗？楼卡有人不？叫到一个。哦，这回答，
我把一个头露出来呢。拍谁哦？有人在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拍影片而已哦。看我有红色的床哎。不好意思哦，拍影片而已，打扰见怪莫怪，不好意思呀。这边还有他们生的工具，这个是干嘛的啊？还有推高机，而且我问你们，那个是钢琴声吗？四打四。哎，我听到了，钢琴声我听到了。这边好像是做装潢的呢。我靠！哎，哥姐，他们真的是很厉害，做装潢做到一半还有方块书可以吃啊！我操，哥姐这个咬下去牙齿不是开玩笑的呢，直接带假牙呢。哥姐走，人家地上都是水，可是超阴的，真的很阴。哇，还有楼下，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到底几个地下室啊？这个是怎样？这么多地下室？哦，拍谁哦？有人无？打扰一下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哥姐，我这样子，我会合唱团，他等一下又钢琴声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我练声乐的。哥姐，这真的是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哇靠！我看到那个屋顶了，好恶心哦！你们看那个屋顶，这不是庙的屋顶吗？还是人家坟墓在用的屋顶啊？这个刚哎，而且这跟刚刚我去那个坟墓的屋顶一模一样呢。可是慧卡跟我讲，因为这边在地下室，地下室最阴了。我听到别人在讲话呢。哎，这屋顶也太恶心了吧！你们看，不好意思哦。哥姐，你们知道这个屋顶，他们生前喜欢喝什么吗？喝维大利，维大利，意大利。这多久以前的？拍谁有人不？刚我听到脚步声呢，等一下，有人在吗？
听到有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我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。猫猫是不是？我看到猫嘞，难道是猫的声音？小喵喵，你吓到我了啦！来，喵喵嘞，喵喵。靠背啊！哎，我看到符咒嘞，我看到这画符，你们看。哎，墙壁上的画符嘞。不好意思哦。哎，可惜你们看到墙壁上的画符嘞。对不对啊？全部都画符。那墙壁上怎么放画符啊？可惜他们是以为画符朽为神奇吗？不是开玩笑吧？哎，那是全部都画符哎。不要紧张，那是玫瑰花嘛。厕所我们要画一点花上去，让这间厕所感觉有芬香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哥姐好恐怖，拍谁？我哥姐拍谁？我想说自己感觉空空的，不知道拍什么。不要紧张，这是玫瑰花啦，玫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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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，你像花儿的生命。哎，这其实远远看也蛮像符的嘞。现在远远看也蛮像符的哦，不是共生节哦，对对。呜、哦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哇，这边真的很多声音呢。怎么上去了？我们那个去找钢琴声，我好像刚才听到是在二楼啊。这边就没有那，而且这边就没有楼下了，这边楼下就没办法拍了。哎呀，这边就没楼下了吧？没有楼下，没有楼下。这怎么上去了？我刚听到钢琴声呢。可惜我在问你们哦，你们刚有听到钢琴声的大佑，帮我弹一下。我看是不是我听错？让我扣零七块素材，我钢琴声。有人在吹口哨。哦，那是好像是鸟吧？哎呀，不，哎，哥姐，鸟在吹口哨，没道理吧？哦，不对不对，啊、哦，这个是这是蛇啦，这是蛇啦，不是共生节哦。哥姐，来木头区到了，这边是一楼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二楼的声音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楼卡五郎不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家这个楼梯这样子旋转，我走的头很晕呢。头个公公啊，你怎么会有楼梯做成旋转式的？你别头个公公，头个爸爸了。拍谁哦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超伟大！我靠腰！我刚
情特别大的。爹爹爹爹。我看到钢琴，靠背啊。我起鸡皮疙瘩，看怎么会有钢琴在那边？哥姐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栋房子已经，这栋房子已经废弃了十几年了，它连楼天花板都拆掉了，电线也拆了，什么东西都搬走了，你们都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怎么可能这么高贵的钢琴还没搬走？哥姐，你们去想一个问题，这边的东西，所有东西都搬走了。桌椅啊，什么家具全部搬走了，怎么会留个钢琴在那边？是不是这钢琴有什么故事？只要搬动它的人，碰到它的人就会生病之类。我在猜啦，怎么可能啊？有一个钢琴在那边，这我打死我都不相信嘞。不是公生球。不要怕，刚刚是猫咪走在钢琴上，也对啦，哎呀，可是怎么那么巧？我进来拍它走在钢琴上，它是怎样不能说的秘密的？这到我周杰伦不是吧？怎么那么进来，它就猫咪走在钢琴上？刚刚有看到钢琴的歌曲有吗？歌曲前进，怎么可能在楼下听到钢琴的声音，楼上就跑出一台钢琴？哥姐，超伟大，人家会不会说我那钢琴自己带来的？超伟大，你们这些柳丁，你们真的是他妈卑吧？会不会有人说那钢琴我自己带来的？你们几个傻逼喽！那钢琴都……有车的声音，等一下，我听到车的声音我就非常敏感，因为这边有住家。他妈，那钢琴也是我自己带来的，你这卑吧哎！钢琴怎么带啦？而且我眼皮一直跳呢，哥姐你们看。对你抛一个媚眼，你是否爱上我？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那钢琴不是我带的，拜托一下，不要诬赖我好不好？不要开玩笑。前进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楼上看那钢琴。赵伟，他刚刚是那钢琴声吗？刚刚那个是钢琴声吗？也太扯吧！一进来就钢琴声，前辈都没跟我说呢，他只跟我说这边有一个女生钢琴家在这边上跳。不好意思哦，姐姐，不是我害你的哦，哦，拍谁哦，打扰一下，你找错人了啦。而且可惜有血的痕迹呢。不要紧张，这个是红土嘛，对对，血的痕迹，血的痕迹过那么多年还会有血的痕迹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，我拍影片而已，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，非常的不好意思，让我智商十二万分的歉意，不好意思。靠背啦，钢琴啦。可惜钢琴的声音啊。你们看，这个很古怪呢。拍谁哦？你看这一层楼什么都没有，都被拆掉了。他这钢琴留在这，这也太怪了吧！告别啊！不好意思哦，请问你是不是不欢迎我来这边拍摄？如果不欢迎的话，你可以再弹一次钢琴的声音吗？还蛮好听的。不是不是，哦，拍谁打扰一下。如果不欢迎的话，可以再弹一次钢琴吗？那如果是欢迎我的话，可以弹一次钢琴吗？他不给面子啊，哥姐，他不给面子啊。还是太暗，他看不到我。稍微他早讲啊。不对啊，天花板都拆成这样，你又有灯开是不是？你哥姐，你们眼干是不是？
不好意思哦，而且他地上有人用，你们看，有人吐血吐成这样呢。哎，这吐血吐到这样的，他是不是看到？而且他这个吐血的人是不是看我直播啊？看到吐血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紧张哎，哥姐很紧张。这边都怎么会有钢琴啊？他这边好像是他们的露台啊。哦，这边就是我们刚才在楼下看的落地窗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哥姐，这真的不是我带的，你看都灰尘了。这真的不是我带的啦，这原本就在这的啦。哥姐不弹，要弹打药，不要打不要。要弹打药，不要打不要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，我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，我拍探险而已哦，不好意思。诶，赵伟达，不会这么巧吧？靠北，下雨，我上来就下雨。真的下雨呢，干我上来就下雨，超会打，怎么可能这么巧事？拍谁哦？好，那这哥姐，我不知道是他当初是不是在这边上吊的，因为他的梁柱全部都不见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上吊的关系，所以导致这家人全部把东西那个天花板都拆掉，我在猜啦。或许会不会他们，你看他们每一层楼的天花板都拆掉了呢？我在猜是不是他们每一次到每一层楼的时候都害怕看到天花板？哥姐，有没有道理？没声音，按不下去呢。它没有声音啊，那声音怎么来的？人没声音呢？对呀，这没声音怎么来的？而且你看，哥姐，全部都是这种物质。
哇，超会打嘞！哇，干，靠背啊！拍谁哦？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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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靠腰，操林呆，给我起鸡皮疙瘩呢！哦，阿娘喂啊，拍谁哦？哦，姐姐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拍探险而已哦，拍谁啦？哦，家你叫叫的所在，我真家你开始咧，不好意思，靠背啦。哎，太扯了吧！这怎么可能会有声音呢？啊，你阿伟，吼吼，干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哦，哥姐又来了，哦，超伟大！哦，姐姐不好意思，冤有头债有主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害你的。我刚刚有在外门口烧纸钱哦，有给好兄弟，我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拍谁？哦，下大雨的。怎么弹啊？那根本就没办法弹，好不好？而且那个声音在眼前呢，那个就是那个钢琴发出来的啦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声音真的是那钢琴里面发出来的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钢琴按下去过十秒才有声音。操，会大哥姐，你们可以乱掰呢哦。其实我刚看那个留言，其实它是一个迟钝的钢琴，按下去十秒才有声音。操，好了好了，好哥姐，以科学的角度来讲，的确啦。那我想问你们，刚刚第一声的钢琴声谁按的？我是鲁夫噻，我刚才去按噻。给我迟钝的钢琴，你们直接塞喽。你要跟我说那个是淘宝来的钢琴，按下去十秒才会有声音，这样我还相信。迟钝的钢琴哥姐，靠，怎么又这样子啊？就每次都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啊，太扯了吧！师兄跟我说过，他说，我觉得刚刚应该是去坟墓的关系，我不知道我后面有没有跟，我现在担心，因为我刚才搜寻的确不好。你看我上完，哥姐，我是不是上完纸钱就顺了？是打是，现在会不会卡？不会，我看连去地下室都不会卡。我该去地下室都不会卡嘞，你看我烧完纸钱就没事。操林呆嘞！我想说今天轻松拍，因为前面三个共估哈，我想说这边，因为这部房子看起来小小的，我想说轻松拍。我进来一楼的时候感觉空空的，我心里想说透洞啊，给阿里轻轻张张我的工程球，哥姐真的心里这种想法不能有嘞，你看一有他马上，我心哥姐你们去摸摸看我的心跳声，哥姐。你们去，哥姐，你们去摸摸看我的心跳声，你摸摸看。你们感觉我心跳声很大声？超会打。不好意思哦，姐姐，打扰一下。哦，我不是故意要来打扰你的啦。该还要上去吗？少林呆那个声音，隔间的声音就是钢琴里面传出来的啊！哦，麻烦来首《晨走在燕州》，你别给他塞了，还给他，还来，还给他点歌，靠腰，好乐迪噻！
拍谁哦，打扰一下。哦，姐姐不好意思，你刚才吓到我了啦。刚刚有人跟你点一首《陈总来夜总会》，林总在茶馆睡，不好意思哦。林总在夜总会，林。拍谁哦，打扰一下。还会有声音呐、啊，超灵呆的，你别错起来嘞！哥姐，我们去楼上好了，因为这边差不多就……对呀、啊，我们先不要打扰他，我们先来楼上。好、哦，姐姐不好意思，我等下再下来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先去楼上看哦，拍谁哦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哇，他天花板都拆到只剩钢筋了，都变红红的。怎么那么像那个来？不是、啊，我是说，怎么会有红色的钢筋啊？哥姐，有没有建筑师可以翻译一下？钢筋不是都铁的颜色吗？怎么是这种红色啊？还是这个红色的漆怕生锈？哎，真的会下雨了呢。这边跟刚才格局是一样的啦，只是这边没钢琴。哦，钢骨的结构是啊，谢谢哥姐解答。哎、欸，不太懂，因为是红色，是钢骨的结构。哦，这是他们以前的厕所了。哥姐，可是这个很奇怪呢。这个如果一开门的话，怎么开？他开门的时候，砰砰砰，靠，要怎么开？他直接砰这边呢？他这边开门也是一样啊，砰砰砰，被共生球吧。拍谁哦，打扰一下。哇，这边真的空空的，我都不带这种拍呢。而且他还有课桌椅耶。这边是一间国小。也太考阿姨了吧，哥姐，这么小的国小，那他操场呢？这是国小，你把公证取，这是国小，这一栋是国小，不得公证取呢？原来这边是国小，这还有楼上呢。拍谁哦，打扰一下。这边是顶楼啊，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。哇靠！哎、欸，哥姐，他真的是感觉跟城堡的一样哎。哥姐，你们看城堡的这个屋顶，哥姐，你们知道这个城堡的屋顶，通常这个城堡的屋顶下面是什么吗？通常这个城堡的屋顶下面是煤炭，靠腰啊，哥姐，里面是一个煤炭呢，不是共生球，对不对？刚刚怎么有恐龙的声音？超伟大，哥姐，你们越夸张，恐龙的声音都出来了，是怎样？这边侏罗纪噻，恐龙的声音都出来了，靠腰。这边可以进吗？哦，这边很滑嘞，这都青苔，屌压坡。我这边不能进。
这边还有浴缸，这是怎样来这边洗澡啊？啦，这到底是什么建筑啊？对对，啊、哦，哥姐带你们来看风景啊！哇靠呀，哥姐这边风景不是盖的啊！哇，探险可以到你们带你们来看风景、喝咖啡、聊是非啊！哥姐带你们浪漫一下啦，真的。哦，这边真的风景不错呢。哥姐，我们来下路了，你要不要？哥姐，我们下路了啊！等一下有人走过去，我们就……没人操一个。哥姐，我感觉在自作自受呢，不是自己演戏。这边以前是什么样的地方啊？感觉怪怪的哦。哇，这边很滑的地板。哇，还要上去的，哥姐要不要上去看？稍微，但是感觉有点危险呢。怎么又是做这种旋转梯啊？你们这家迟早会给我拔掉呢，这个旋转梯。怎么又做一个旋转梯？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旋转梯感觉生锈的感觉呢。哎呦，屌你阿婆！哎，他楼上还有一间呢。这间是哪里？去看一下。他里面还有一间房间呢。拍谁哦？看我要卡死了，这边进不去了。妈的，有人会睡屋顶，靠背是怎样？自闭症是啊？哥姐，这床是你们睡过的？他们有人会睡屋顶？来共生球。他妈的，有人睡这也是不简单啊！哦，哥姐有香脚呢。哎，有香脚呢。超会大，有人拜拜呢，有人炸香在那边，有人，这边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，看有人香脚呢，靠腰了，你别错起来嘞。哥姐，不好意思，电线呢、啊？这边是机房啊，怎么有人会睡在机房这？他是无家可归噻、啊，哥姐。哎呦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形状非常的敏感。哎，干，闻到柠檬的味道哎。闻到柠檬的味道呢，闻到柠檬的味道，哇，哥姐，我这整栋太稳了呢，你们看，它这边真的是房子的造型啊，哥姐，我们下去，哦，要经过那个钢琴，哦，真的是让我有点紧张万分呢。而且这边有这集有点无聊拍摄啊，因为这边蛮空的。哎呀，但是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故事也不错。我今天好像没有拍到什么东西哦，不好意思，走错间，不好意思，啊、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误会，好、哦，不好意思，走错间，可就走错啊，走这边啊，你们会不会带路啊？
哦，这个楼梯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。哎呦，哎。这边是哪一楼啊？这边是算是快接近顶楼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啊！操你大爷的！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又来了！我要走，他不让我走啊！哦哟，哦，他不让我走啊！他在楼下啦！干操伟大，他在楼下了，好、哦，我要离开了嘞！哥姐，他开连续弹呢。这是邻居吗？这附近有住人吗？我看一下，怎么可能大半夜弹钢琴呢、啊？你们看，住个屁呀、啊！这都是丛林呢、欸。我带你们去看另外一边，就证明就可以证明我没有在胡乱。他方圆100公尺以内是没有住人的，上位他怎么可能说弹就弹？你们看。他只有到那边才有住人，有没有？100公尺。带你去看后面。哦，这边是大门，那边，这边都没有住人。超会大，这附近怎么可能会有钢琴声啊？隔绝我找真相给你们。哦，这玻璃好危险啊！你们看，这边也没住人。这都是树呢，好，三面都给你们看了，还有第四面给你们看一下，到底是有没有住人住在附近？超灵呆的，这第四面，你看那有哎有啦，那边有住人啊，可是怎么可能那边的钢琴声会传来啦？这也说不到，是没有道理呀、啊。哦，哥姐，我很怕呢，要不要空拍啊？哦，要不要空拍啊？哥姐，我下去哦，你们要陪我哦，我下去。哥姐，他东西都移走了，只剩钢琴在那边，你们知道代表什么吗？师兄跟我说，可能他的偶像是周杰伦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待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安静在久久的，我想我。哥姐，不要开玩笑，不尊重，等一下又说不尊重，等一下又有人说不尊重了。哦，怎么会这种弹法？不好意思哦，姐姐，我只是想拍影片而已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拍谁？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哥姐，不空拍呀、啊？
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你看，这感觉很突兀哎！你看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一台钢琴在这，这感觉很突兀哎。等我一下，我来看看一下，看他到底会弹什么曲子出来。我想听他到底是弹什么曲子，看他搞不好，他搞不好想跟我讲事情。他，我看他，我想从他弹的曲子里面去翻译一下，他到底跟我说什么。哥姐，你们忍耐一下，坐这个椅子啊，好不好？全都断掉了呢，要靠你代替。你看到的错误了。开始要修钢琴的，不好意思。开始了，如果有打扰的地方，可以再弹一首钢琴吗？我想听一下，不好意思。看，我看到一个黑影走过去。开始了。
怎么会没声音？小心，刚那颗有声音。小心，哪一颗有声音？超回答，他怎么会没声音啊？超回答，可惜刚刚弹钢琴就有声音，现在没声音。会不会是我们听错了？那不是钢琴的声音。可惜会不会是因为是我坐他位置没办法弹，是不是？长，超回答。真的没有声音。好了，哥姐，我们走，你不要打扰他了。我在那边做工商可以吗？超回答，我有点怕哎。我问他一下好了。姐姐，你还在这边吗？如果你还在的话，可以给我三个灯吗？还在这边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，有打扰地方见怪莫怪，拍谁？我可以在那边做工商吗？拜托姐姐，不好意思，为是我的生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给我四个灯吗？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想吹口哨呢？哎，四个灯呢，可以吗？四个灯。哇，姐姐不好意思哦，我也是，哦，拍谁？我也是对你很不好意思，哦，有打扰的地方，见怪莫怪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拍谁？拍谁？哥姐，我做工上一下。好，哥姐，到给我耽误三分钟的时间，我等一下问他一下。感觉这个姐姐，不要讲好了，我怕讲的不太好。一直离钢琴太远了。特别大哥姐，你别塞了，妈那么近视要怎么弹啊？弹什么东西？妈贴那么近是怎样？啊？午休息时间下课回家休息时间要把桌椅靠拢是？开始，好好开始，开玩笑。真的，你去外面买哦，这一张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不知道多少钱哦。超灵呆。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咚一声吗？有听到吗？超会搭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有咚一声吗？拍谁哦？靠腰，手电筒。有听到吗？超伟大！
姐姐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超灵呆耶，是我听错吗？他在动一声呢。哥姐，我没听错。操蛋！没听错。哥姐是不是这里啊？他当初是不是在这边啊？超灵呆的。我在想是不是这边。高腰。我刚好听到咚一声。我是不是听错？哥姐，你们刚好听到咚一声才有。帮我看，帮我讲一下，帮我刷一下，我看一下你没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动一声哪有？超会搭，这很明呢。不好意思，我姐姐，那今天路过贵宝地，有打扰到您的地方，让您不开心的地方，小鸡在这边郑重的跟你说声非常抱歉，对不起，哦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离开吧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了。好，拍谁拍谁打扰了。好，姐姐又打扰的地方，这边非常抱歉，跟你说声，すいません。好 ，I'm so sorry。好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我放下那个，放下打火机，不出去了，超厉害的。而且我觉得我照那个钢琴就卡你，超厉害。哦，有打扰的地方，不好意思哦，拍谁拍谁，哦拍谁拍谁，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照那钢琴就卡呢。我有超银带，你没错起。哎，这边红色的车，超是谁的？我的，不要紧张。哥姐，超会带我撞那钢琴就卡嘞，这是我错觉啊。好，哥姐，那个酒精湿纸巾跟卫生纸，希望你们可以加一下，因为那个很优惠啊。今天忙得这么，弄得这么晚，结果都没拍到什么东西。哥姐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今天好兄弟好像都啊，对，还是用那钢琴声，对不对？看你们看一下这洞，这个非常的阴森啊！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了，对不起。哎，好屌！超会到我烧的纸钱竟然没有被水淹过。哎，这个感觉，你看，你看，其他地方都被水淹过，只有我烧这个纸钱这里，哇靠，这个是巧合吗？这个感觉，哎，不觉得很巧吗？你看，而且你们看，他这一块都没有被弄湿。这也太巧了吧！这很巧呢，哎，真是蛮悬的呢。不要紧张，哥姐应该是这边树挡住树下雨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相信科学，以科学角度来讲是树挡住下雨啦。可是这边树也挡住下雨啊，你们看，你们，所以你要说这是
以科学角度来讲，的确是树挡住下雨。可是你们看，这边也是树挡住下雨啊。对不对？看这个要用科学解释吗？来啊，我也会科学解释啊，哥姐不是很喜欢科学解释。哥姐，今天小鸡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真的是很累。操你大妈！我跑坟墓山呢，结果那边没搜寻，屌你阿婆，我的共生器。哥姐，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。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来通知你们。官方来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哥姐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。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，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